家好，我是海外售后工程师 Tiga， 我现在在瑞典的东南部城市，靠近波罗的海。瑞典有很多著名的企业，像汽车行业沃尔沃、通信行业爱立信、家居行业宜家家居、轴承制造商斯凯孚。客户的公司规模在当地算是比较大了，公司已成立16年，总人数在400人左右，主要是给卡车制造商提供零配件以及提供汽车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。这个客户于2020年购买了一台6000瓦蓝管一体切割机，目前这台设备运行非常好，无论是产品质量和切割质量，客户都非常满意。现在是操作人员正在编辑图纸，一会儿准备切割需要的零件。当地的气温比较低，今天是零下5度，工厂的员工都坐在一起吃烧烤。